打中，我及时收枪，对方拥有自救器并没有立刻逝去，我心中良善，做任何事情都一切为了别人着想，所以我决定给他一次机会，给别人一次机会也等于给自己一次机会。加油呀兄弟，你可以的，你还可以继续战斗。我叫 Mike， 是世界上最善良的玩家。临到决赛圈，我只有一分入账，并且打的还是人机，所以代表我的良善本质。所以我希望接下来他们能知恩图报，主动把鸡浪给我，不要不识抬举。发现一个小可爱，这是个好人，我记住他了。嗯？咦，这是第二个好人。兄弟，接过 M73 嘛。剩下两人同属一队，那我就不用着急补枪了。维持打援是一招非常有效的战术，虽然残忍，却可以更好的考验对方的队友之情。但是剩下男人的无情与麻木出乎预料，我需要逼他出来。他同样拿的是 MG3， 在这种一v一的环节中和我属于绝对的公平竞争，最终鹿死谁手让我颇为兴奋。哎呀，一不留神把他队友补掉了，抱歉，我绝对不是故意的。在小鸡的帮助下，我再次恢复如初，重新给手中 MG3 更换好弹药，接下来决战时刻正式开启。两枚烟雾丢出，这叫声东击西，而我则悄悄向右侧绕行，小心接近，不发出任何多余的声响。最激动的一刻就要来的，蓄势待发，冲击！打中，我及时收枪，对方拥有自救器并没有立刻逝去，我心中良善，做任何事情都一切为了别人着想，所以我决定给他一次机会，给别人一次机会也等于给自己一次机会。加油呀兄弟，你可以的，你还可以继续战斗。我是麦克，我心中坦歇，我也给了他一次机会，可惜他没有珍惜，令我唏嘘不已。